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，这是今天的新闻。之所以将比较忙三个字加上引号，是因为并非一博本人最近真的比较忙，而是一连出现了三由他主演或者是出演的影视剧传来好消息。第一部影视剧是《冰与火》发布预告，虽然不知道这部到底什么时候上线，但是从预告当中王一博士的角色来看，王一博的演技绝对是杠杠的，虽然全程无笑容，但正是这种面冷心热的形象才更符合王一博所饰演的陈宇的形象。第二部影视剧是王一博出演的《理想照耀中国》，第三部影视剧就是《维和防暴队》，只是《维和防暴队》杀青，评论区里为何都是王一博，原因不简单。虫子天下接连看到两家娱乐媒体报道了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杀青的消息，而相关的评论区里无一例外的都是王一博的消息。要知道这部电影王一博只是主演之一，评论区为何都是王一博？虫子天下个人觉得不简单的因如下，首先最近短时间内接连出现了关于王博出演的三部影视剧的消息，粉丝们非常高兴，本来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，最后也是王一博力打拼才会换来现在的成绩。虽然之前有不少并不看好王一博，但是王一博不去争辩，而是用拼用演技来证明自己。现在看来，王一博似乎凭自己的打拼和努力做到了这一点，能做到这一真是不简单。对于如此不简单的王一博，你是不也想夸赞两句呢？虫子天下等着你的夸赞，一起王一博加油。